宙 Meet 四八元宇宙鬼屋地块。如你所见，这里曾经是一座繁华的歌舞厅，现在荣华已经不在。我忘了看一下啊，我接着来啊。这里败落成了一座幽深的鬼屋，而我们俩依然坚守在这儿，为偶尔误入的宾客献上惊喜的服务。今天有个艰巨的任务，就是我们要扮演鬼，然后吓唬这个人，他们都不知道。但是我听说这个鬼屋它就是一个纯机械，所以其实应该不算特别恐怖。对，机械都是统一的。对对对，但是。两个人家，对他们绝对不知道里头会有真人。对，好坏呀、啊，我们俩两个真人在里面，坏女人。好，来吧，我们现在挑选了一个就是变装的东西。我就是一个斗篷，像瀑布一样斗篷，穿上反正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把那个帽子一戴，帽子一戴就没有脸了。我就有点吓人了。我是一个贞子的衣服。然后还有顶，哎，好像我那个一品红星的红色的顶上，这是什么？还有个假发，然后到时候我一戴那假发，把头发用成那样的，对，就很吓人。你要学习声音。对，然后等会就会变装一下，藏到鬼屋里面。等着吧，对，我们两个藏在里面，中间我们有两个关卡。哎，不会被暴揍吧？对，希望他不要揍我们。对的，然后就被吓到，就对他。而他们都很高，确实，我们队人有点暴力在的，不是暴力啊，就是激动的时候容易很激动。你穿好。哦，有点恐怖的。精髓就在这里，假发怎么套啊？说好高级，还要放吗？这怎么套呀？看看，我好像没送过去，但是我到时候肯定是整段垮掉。这怎么套啊？摆身大一点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是不是这样？可以了，伸手。哎，我们有首歌叫做那个拨开眼前的刘海遇见你，很符合吧这首歌。真的，我们真的会吓到他们的，确实很难不被吓到。但是我这鞋有点白，说实话。我也是、啊、没关系，在那个里头他们没不会注意到的。他不会把手机砸到我脑袋上。应该不至于。你怎么一点忙是吧？我就这样吧，我就这样开始了。
首歌的曲段。我们这人有点暴力在。现在就出发，准备好了就出发。地上不会有没事，就是气。